些资讯好像还不太够，等等，还有一些片段还没有播。等一下，刚才那个。他们这边进来三个人。哎，怎么摄影机只有拍到三个？但是剧目记者说有四个人呢。新闻已经报道出来了。其他警卫，可是他们没有报警，所以一定有内鬼。在这里解决了所有警卫，或者说警卫就是内鬼。然后他们到这里，破完了所有的行李，从金库旁边的紧急出口离开以后，在两条街以外的蓝色厢型车逃离。最大的缺点是什么？我太固化了。先生，已经解决了，你可以把钱汇过来了。